好，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终于又发出了一次新的影片，就是想要介绍给大家拉齐尔恩的地图，还有我建议能够战斗的地方。我知道大家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就是看我几时会发出这次的影片，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每一个拉齐尔恩地图的测试。所以今天的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我开始之前，我会先跟大家说我这一次测试的环境。首先，我的团队是由六人组成的，主要是有一个主教，两个暗夜行者，一个幻影，一个天使破坏者，还有一个英雄。而且这一次的数目都是由我自己的角色来记录的，就是主要是我的暗夜行者、幻影还有天使破坏者，我们也是在非 hot time 时间记录的。封闭的话呢，我们也有把红色的封闭算在内，也是没有用任何其他的经验 buff。 在我开始分享我们的结果之前，就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每一个角色都有制作连接绳的 V 技能，所以能够比较快的跨过整个地图。而且我自己本身的三个角色都有 M 宠物的，所以获取的封闭都会比较多。当然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额外的资源的话，都能够考虑买下 M 宠，还有制作连接绳的 V 技能，增加训练还有获取封闭的速度。OK， 说了这一些以后，我现在就分享一下我们团队测试的结果吧。所以如果大家看我现在放在影片上的数目表，能够看得出我们团队是在这五张地图训练的，然后测试看哪一个地图到底比较好。当然因为我们都已经达到了230级，所以都会想要到拉齐尔恩的地图这一边来寻找新的秘法符文，就不能继续留在蓝星170了。虽然说实在的，如果大家看的话，他的经验还有封闭获取能量都是蛮不错的，就是跟其他的地图相比来说。当然如果我们看一下拉齐尔恩的这一些地图，就是蓝星180到蓝星270，我们都能看得到能获得最高的经验的就是蓝星270。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都会发觉蓝星270在所有地图当中是最多团队训练的，当然是要到了230级以上才能去。可是现在因为 Nexon 出版了新的地区，就是235以上能够过去的，所以蓝星270应该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人了，除非还没达到235级。但如果要比封闭的话呢，蓝星270就显得比较差了，就是相比其他的地图来说都差非常的多。因为我比较注重封闭的获取能量，当然经验也不能够有太大的差距，所以我本身的团队是选择了在蓝星210这边训练，因为它获取的封闭真的是超级的高。就是如果我们相比蓝星270的话，它是多于 58.53% 的，这是非常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比起蓝星170的话，蓝星210也是多于 2.62% 的封闭获取能量。但如果再看经验的话呢，蓝星270是比蓝星210多于 25.03% 的经验，然后相比蓝星170是多于 19.32% 的经验。虽然它的经验获取能量真的是相比210多很多，但因为那个封闭的获取能量实在是差得更远，所以我们就打算继续在210这一边训练。而且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己的角色不够强吧，有时候如果团队没有弄满人数的话，我的角色都会一个个死掉，然后我又要重新的把他们放入团队，这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打算在210这边我们的角色都比较能够生存。所以如果你的团队是比较在乎经验的获取能量，还有增加自己的角色等级的话呢，就可以到蓝星270那边去吧，不用多想了。
但如果你会比较在乎封闭，然后不太注重快速升级的话，就能考虑在蓝星210跟我的团队一样，这边还有肯德基能吃。然后我个人的想法呢，就除了封闭的获取能量以外，还要想核心宝石还有符文的掉落率。我认为封闭的获取能量就能够大概代表其他核心宝石啊或者符文的掉落率，所以我就觉得在蓝星210这一边训练能够让我寻找更多的核心宝石还有符文，然后提升我自己的角色，所以我目前会比较在乎这一点，就愿意牺牲一下训练的速度吧。当然我先要提醒大家，每一个团队的训练结果都不是一样的，这只是我自己本身团队的训练结果而已，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自己测试，然后得到比较准的结果吧。如果懒惰的话，就只好靠我的影片来做一个标准，在意封闭的话就过去210，如果在意经验的话呢，就到蓝星270那边去吧。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团队比较喜欢的地图训练，因为起码也要在这一边训练五个等级，然后才可以过去新的地区。当然如果我的角色都能够到了新的地区，我就会做多一个影片来做一个对比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有什么任何意见或者能说一些帮助每一位玩家的建议，都能够在以下的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就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以及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